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Web 3 Lab。 近日，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，暑期休会已有近一个半月，我利用该段时间先后到内地六个省及新加坡考察。在新加坡考察时，我发现当地以加密货币做私人飞机等大额奢侈品交易已十分普遍，我认为香港应急起直追，尽快完善有关监管制度，日后本港推出的数码港元可以扮演稳定币角色，促进本港发展虚拟资产交易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关注留言我们。